三月份直接办，办几几工，还是几月日？办一礼拜较多。一礼拜较多哦、喔，啊，迄阵嘛是安尼排档。嘿，伊是配合配合着上帝讲的生日。哦，等于爱办活动，啊，你也无办活动要安怎？啊？办活无办活动要安怎？啊，总是爱卖出去啊！人来看花啊，是安怎？人来甲恁看花，较卖啊是？哦，我大部分拢买来有底来拢做外销的。哦，外销对几个？外销美国、日本、澳洲，澳洲嘛是荷兰为主。荷兰为主，哇！啊，所以恁即马拢摕订单的啦。大部分拢订单啦。哦，啊来拜是最主要要让台湾人认捌一下安尼。最主要是要推讲咱台湾人的文化。文化，哎，你感觉台湾文诶，兰花文化有啥物种啊？咱的兰花就比咱所有花的兰花。进步的速度拢比世界各国较紧，哎，这有影。不管技术方面，对对，品种研发的方面，啊是，啥物单位甲咱辅导，甲咱合作啦，啊是咱家己去找啊。拢家己研究。是哦，这样哦。啊，不过哪有人要来教？照你讲讲，哎呀，我到公文都市上好啊，唔是安尼讲吗？就是。就是家己不断地研发，求新求变嘛。哦。哎，头我都伫工作上竞争。OK OK， 安尼咱即马哦，咱即个所在哦，那照你安尼讲，你是嘛是住即附近尔吗？哎，我住附近。啊，有几个像你即种安尼咧种兰花，因遐生了一个协会吧？协会本地就有啊，咱台湾省有联合的协会伫台南啊。台南，有台南足大嘿。嘿，台南我像那迄是办国际性的人店，哦，啊去国外的人客来这啊设店。啊，所以你嘛是透过台南的吗？啊，是恁家有独立出来，家己咧运作？哦，这是地方上独立。哦。啊，配合着农会吗？配合着农会啊，农业。古董农业这方面在推广啊，是说来遮大家到老个。哦，到老。啊，有做门市？门市哦。较少。门市无啦。无啊，这做是咧做外销。